妈妈已经把正义的声音转在录音笔顶管啊，安尼就当一直放给你听。所以你袂当安尼凊彩就放弃你家己，知影无？啊，为着会当等你正义的身躯边，你就要较拍拼，坚强起来。妈妈甲你保证，这个绝对袂骗你的。会甲正义，还佮你的宝宝，带倒来甲伊团圆。啊，你白无弄无就做做煞，啊你冰冰冰冰，实在足无礼貌的。你这个念头，竟然走去找万金局啊！你这个做贼，搁咧点灯火，你敢知影？已经缀你缀到这来啊！若不是我派人去阻挡伊，你敢有法度伫遐静静的照顾你的后生？我看你都准备给老家的人送上山头啊！那是因为你唔知影一个做妈妈的心情，中计真真危险呢。医生讲，若无刺激求生意志，伊小可状况会一直发生呢。我若考虑给中计，搁在我面头前试一届。那不是说咱偷偷啊通知我，你早就当场给咱抓贼在庄啊啦。假使讲给万正义发现有两个罗家峰，后面的戏敢需要演啊？我所有计划拢乌有去啊！这么看起来，对我上大威胁都是陈中志啊！你到底想要创啥？听闻我直接做给你看。高大师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不准你伤害中志哦！老人，别想要动我咯！你错。你是来天照人，我若要迄个陈中志死，陈中志就要死。你就是讲你会当保伊的命？你莫是我杨香水，我是食菜哦。我早就知影，你这个妖刀欺负母仔，就敢亲像咧地死狗也感觉这么简单。我哪有这么戆戆，拢无准备退路。只要我失去性命现象超过半点钟久，我设定好系统，伊就甲我进去。把你偷录下来，你承认你就是江道成的录音，还佮有影片，全部拢会传到在伊耳仔的啦。就算讲我无想要佮你斗阵行黄泉路，但不过你若坚持要死，咱大家做伙死。你竟然敢偷藏宝啊！对付你这老妖道，无两步棋啊，敢会用的？我先说。中指是我的性命，卡些有拿什么死教材，叫我把家己的嘴子死带伊去，迄就表示三十分之来，你江道成复兴第一王文金的身上，到时阵众人拢知影。杨香水卡头录音，我竟然无封闭掉。杨香水哪会传简讯给我？正宇，今日我向你请教，安怎来鼓励病人？嘛有把你的话拢录落来，予我的破病的朋友听。伊听了后真感动，还佫讲有你就有我，讲话爱算话。我佫想要请教你，唔知你是毋是愿意拨一点仔时间予我，杨香水？有你就有我。讲话爱算话，我不准你讲拍去听的话。啊，你不是讲过啊？有你就有我，你讲话算话呢？静玉，静玉，想让游香水也知影，只有我甲家风才知影对话。啊，唔对。是杨香水迄个破病朋友哪会知影？所以，伊迄朋友到底是虾米人？金玉，家凤，我拄则收到一个简讯呢。
什么简讯？家峰无可能甲杨香水讲遮只有阮知影的对话，除非是杨香水迄个病人的朋友讲。也毋过，这敢有可能？哦，是啥物简讯？无啦，都不管伊讲，伊甲金夫人约好要拍球啊，啊，所以伊叫咱甲时间倒来啦。好啊。啥物件？你什么时候去拜拜啊？啊，把你签诗放在包包里面，这么神妙啊！这是家风家己求的签，家己画的图，你哪会敢那完全无印象啊？安怎啊？哦，无啦，你敢知这店面写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拢无得信这啊，啊，而且这拢是古文。我嘛看唔捌。这店面写的意思是叫你爱提防小人，以防情人反目，为的就是凡事拢爱细致谨慎啦。这个图，敢那有伫个倒位看过呢？你敢那真要紧这签诗呢？金玉，莫去让这影响到你的心情。不管安怎，我拢会陪你共同面对。其实，这张签诗是替你求的啦。顶面有写讲，叫你凡事拢爱细致谨慎，提起的对象就是你啦。哈，原来是在跟我提醒哦。啊，那呢，我还有啥物所在？要注意。其实呢，不管要注意什么，都不要紧，因为我在陪你啊。你过去敢不是常讲，因为我是你的什么？女神。是啊，好了啦，这工作哦，已经我也要换好啊，啊，我静悄悄的，小等咱来等。姚姐。我感觉家风感觉怪怪的。哥，你是干啥？所以昨天顶个我甲哥去幼儿园了后，伊就写些奇怪物件。嗯，我是知影家风一直拢有写笔记的习惯啊，而且笔记顶面拢会标日期。我看伊几篇哦，拢是跋落水了后才开始的。阿嫂，你敢知伊写啥意思啊？我嘛唔知影呢，也毋过看起来，敢若是咧调查啥物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不管是去别人拜拜，或者是做催眠治疗，拢无家己的身边友好，而且继续这款奇怪行为。嗯，我是感觉这件代志无遐尼简单啦。就算讲伊跋落水的阴影一直无法度解读。伊会当家己去求签的代志，不唔对，也毋过无可能甲阮两个之间的代志拢放袂记的啊。坦白讲啦，我感觉伫我眼前迄个罗家峰，敢若有伊的面，煞无家峰的灵魂呢。阿嫂，你拍算要安怎做？你看，顶面遮有写一个暖暖路，我想讲，咱来遐找看卖，无得开会当找着什么线索。这间旧厝看起来已经足久无人咧住啊，连客厅遐藏的月历，嘛是挂民国77年的。甲家风婆仔店面写是一模一样，只是家风奈无代无志，对一间足久无人住的旧厝有兴趣啊！唉，今嘛嘛找无厝主来问清楚啊！家风
笔记本顶面有写着一个三图，三图内底有一个哭泣小太阳的涂鸦。那你讲的三图，敢会是这啊？一间房间遐尼久无人住，当然物件嘛拢搬了了。搁唔忙讲，我拍开会看到啥？啊是讲，笔记顶面的哭泣小太阳到底是位伫咧倒位啊？搁真正有一个涂鸦呢，而且搁家风话做参照的。也毋过亚姐都有讲过，伊搁家风毋捌来过家。是安怎这个涂鸦会出现在这？刚刚真正是有啥秘密？奇怪，我出去的时阵敢袂记锁门，大门哪会被风吹开？那敢不是阮静玉、罗家峰的宝？伊哪会雄雄找来遮？敢是伊发现啥物线索？啊，真歹势，请问你敢是厝主啊？啊，因为我拄只吼，其实有叫门啊，啊，拢无人应啊。我看门开开，我就家己行入来啊，实在是足歹势呢。我嘛不算是厝主，这是我阿嬷的旧厝，我嘛真久就无来遮。这个香水味敢那捌闻过呢？晚香玉甲茉莉花，到底是伫倒位闻到的？敢会这样拄好？伊就是迄当阵甲家风讲话噪音啊！我拄只只是经过，啊，对这间厝哦，就感觉好闲尔，所以唔才入来行行看看的。啊对啊，我拄只伫咧三度内底，有看到一个哭泣小太阳的涂鸦呢。啊，这高枝耶，唔知是不是你画？什么涂鸦？一定是罗家峰当年留下来，变啥时阵竟然无发现这个涂鸦？魏小姐，啊，你敢有印象啊？这涂鸦敢是你画？歹势呢，我无印象。是讲魏小姐，啊，这个涂鸦你是不是有看过同款的图，还是看过什么人画？你哪会这么有兴趣？哦，啊，无啦，因为我本身哦是学护理的，所以哦，我就习惯对伊画图顶面哦去了解啊画的人所想要表达的情绪啦。啊，我亲戚朋友嘛袂少，我真正唔知我是对一个亲戚住过这间房间，对一个亲戚画，歹势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阿嫂，你是不是在怀疑魏小姐啊？所以你拄则才会暗示我，卖互伊知影，搁好亲像来过遮代志。因为我怀疑这位小姐甲家风有接触过。真有可能？我听阮爸讲，这位小姐为新加坡转来台湾无外久，因两个是伫新加坡的朋友识识的。搁再讲，搁有无去新加坡出差过，因哪有机会同我识识啊？你敢袂记得？妈甲家风跋落水了，敢毋是有断伊？迄天我替家风办出院了后，等伊病房要找家风的时阵，找无伊的人。然后我就伫个外口的花园看到家风，我嘛伫个家风的身躯边，闻到甲魏小姐香水味同款的气味。你嘛知影啊，我对气味是足敏感的，应该是袂闻唔到啦。那你迄时阵，你到门口，伊安怎讲？伊就甲我讲，迄只是门路的小姐尔。也毋过，咱竟然伫个家风围迄间古厝内底拄着魏小姐，这一切想袂巧合啊！而且，迄个魏小姐阁是你熟悉月子中心的顾问，我感觉这件代志真足离奇的。